这卦象显示绝处逢生啊！阿母，大母，我们一定能出去的。你那卦象根本不准，你还是我比袅袅先成亲呢。如今我还没娶新妇呢，就要去见泰山神了，可怜我的七七呀、啊，我的七七！阿松，阿松，阿松！ 阿松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见你喊我名字了，你是否也想我了？让我瞧瞧你，你怎么憔悴了这么多？你看，你这眼眶都黑了。哎，你想多了，四兄每天呼噜声震天响，没睡好的明明是我。 阿松，你受苦了。姐姐，你来干什么？还打扮成二郎模样，赶紧回去。我为了狼婿在牢里，我能不来吗？是我求阿父买刀玉足，放我进来见你一面。谁是你为了狼婿？我家阿母不会同意我入赘万家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上次明明说，你说你会把你阿母的话当放屁。 知道你时日不多了，从今夜起，我万七七嫁你为妻，此生不悔。你可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家男丁都要被斩杀，所以我才来这儿。若你不幸赴死， 我替你守寡，一辈子不再改嫁。我万七七说到做到。若你还是不依，我便割发出家，一辈子不再嫁人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 在尘世间嫁男丁，即将被问斩之时，竟得如此忠义心腹，老身此生从矣。七七呀，我代尘世列祖列宗，谢谢你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只要你们两个人情投意合，哪管旁人闲言碎语。今日我做主，任孙儿入赘万家。 七七，过来。
来，圣上，拿着。谢谢他，这可是足斤足两，收好了。谢谢他。元一，这件事儿，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？全凭君空定夺。您竟不与我作对，君空。以前我们总是针锋相对，可如今看来，再吵再闹，也只有你我两人一直在挺程家，在为自家的儿女争取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是哪来的隔夜仇啊？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是一回，我也并非小气之人。你我以前的恩仇，一笔勾销。但是入赘的聘礼我还是要要的。早就准备好了，我与你阿母一人一半。不，全给君姑。Ha ha ha!